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82页，582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第二句，彭继清居士于此经文亦有深解，就简录如下。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段文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此地再温习一遍。他说法藏以无量心，发无量愿，起无量心，无不意业了，称真如法界。众生无量，国土无量，菩萨随顺众生，今不可说，不可说，那有他解。如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佛土，现以无量行海而言尽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学习固然明理重要，这些修行的方法也非常重要，可是真正对初学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榜样。你们有个榜样，你怎么学都学得不像。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李老师，李老师就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告诉我，而且特别提醒我，古人不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举的例子都是在家人。为什么呢？这两个人都是大文学家，在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他们是佛教徒，但是他不是真学佛，他的文人习气很重，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个佛教的学者，佛学常识很丰富，说什么他都懂，他没有真感，也就是他没有真发心，他没有真放下，所以老师特别提出来，在家学佛可不能学他们。那出家之后呢，李老师就介绍我一个榜样，印光大师，要认真的学他。这是最近的一位祖师大德。怎么个学法呢？就是印光大师文钞。文钞要常常读，要常常体会，把自己所体会到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落实到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真相印光法师。印光法师的一生，所以我是用四句话做总结。他老人家一生呢，总结16个字，我把它刻成一个印章，这是印光大师的传法
心印，叫顿轮精分，贤邪存尘，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就是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就是这十六个字。啊，顿轮，轮是什么？轮是同类。顿是顿悟，就是相亲相爱。啊，范围缩小一点，就是人类。啊，再缩小一点，就是修净土的同修。一定要相亲相爱，像兄弟姐妹。啊，父母子女一样相亲相爱，那叫顿轮。啊，扩大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要顿轮，要走到这里。啊，还要爱一切众生。啊，爱一切众生，当然就不是吃众生肉。这肯定的道理。敬分是敬我们自己的本分。啊，这分是什么呢？我们的本分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十二个字。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归纳起来的十二个字，通圆满了。啊，在佛法里面，就是啊，佛法里面呢，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本分呐。皈依之后，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是我学佛人的本分。修学净宗。净宗是大乘啊，那再加上四句这四句今夜三福最后一条讲的是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读诵大乘，就念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其他的放下。唐太宗说：“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一部经，一句名号，自己这样学，也劝导别人。啊，这顿轮尽分啊，贤邪存尘，先是防止啊，一切邪物我们要防止啊，不能让它伤害我们，有能力辨别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邪物，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说经读多了就明白了。与经上相应的善法，与经上不相应的有我法。啊，经典是我们一张挡箭牌啊，保护自己啊，存诚心
总要存诚敬。啊，你看，有这样的条件，才信愿持名。这个信愿持名没有前面这个条件，跟净土结个缘，这一生能不能往生，真有大问题。啊，不见得能往生。所以，灾难遇到了，学佛的人去的也很多。千万不要以为学佛的人呢、啊，他学得很好，怎么他也走了？我们凡夫看人只看表面，没有看到骨子里，啊，没有看到他的心地，他心是真的，是假的，不知道。尹老讲的这个话，心邪存诚，这样的心才行。啊，不懂得防止邪物，不认识邪物，不晓得存诚，这真诚心。这些人念佛，这个灾难还是躲不过。啊，念念不为自己，把自己给忘掉了，真正放下了，起心动念，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用什么手段？端正自己的心念。教化众生，这就对了。啊，自己心念不端正，怎么能教人？啊，纵然自己心念端正了，说老实话，这是感得佛力加持，佛力也不加持，还是没有能力帮助众生。我们对佛、对菩萨要感恩呐！啊，了解事实真相，一定感恩。啊，感恩的心生不起来，对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啊，透彻肯定感恩心生起来。啊，感恩的心是信德。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生不起来那就有障碍啊，障碍要除掉了，现在就现前了。啊，所以一定要学法藏比丘以无量心。无量心是真心，真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叫无量心啊。从无量心里面呢，发无量愿，无量愿是清净愿，是平等愿，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是小心量啊，心量没有脱开啊，我们现在需要大心量啊，为什么大心量才有明显的感应啊，小心量就没有。
发大菩提愿呢？大菩提心呢，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现在地球上众生造的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造得太过分了。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拯救这个社会。我们能在这个社会保全自己就很不错了，就很难得了。能够有一些感动的人，这些人必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不是三五个，不是几十个，不是几百个，无量诸佛如来这样的善根加持，对这个法门才能够相信，能够生欢喜心，能够依教奉行，不是容易事，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还是一直放不下，这就说明我们自己染污有多深，业障有多重，怎么劝都回不了头来。那最后的结果还是随着灾难而去啊。叫该去这去，该留这留啊。这些善行人失去了，我们相信虽然他没有办法往生，他毕竟是个善人，果报一定在人天，来生又到人道来了，福报大的到天道去了。肯定这些地方去了。他将来能不能生净土呢？肯定会生净土。就是看他什么时候回头。极乐世界的佛菩萨都会照顾他们。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地球上的众生跟我们的缘最切，我们刚刚离开，换一句话说，关系最深。这些众生依旧在六道受苦受难，我们能不关心吗？现在关心没用，没有能力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了，真的可以帮助他了，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为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往生极乐世界还是大愿的，为度众生的。我为众生求生净土啊。这个心是无量心啊。绝不是为自己求安乐啊。为众生生净土。
为众生成佛道，这是无量心、无量愿、无量行，无不夜夜称真如法界。啊，夜夜是每个念头，念头、言语、行为，啊，全是与真如相应，真心里头生起来的。法界就是真如，法界就是自性。前面我们说过了，教下有从四说，有从理说。啊，理是一体，四是差别现象。啊，现象虽然无量无边，体是一个。说众生无量，国土无量，菩萨随身众生，永远随身众生。所以经理不可说，不可说，那有他解，这时间之长啊，太长了，说不出来呀。啊，如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佛土。啊，这些国土里都有众生呢。众生有苦有难的，啊，他有感，菩萨有应，啊，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跟这些人。就念念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系以无量行海而言尽之，帮助他恢复庄严清净。啊，庄严清净不就是离苦得乐了吗？啊，所以这和呢，为什么啊？这种心行为什么有？什么道理有？一法界本无量。佛法无边的，如是严净无量佛土，庄严清净的，啊，无量佛土。这是菩萨他的事业，是他的本分事业。为什么是本分？法界无量，国土无量，众生无量，都是自心变现的，没有一法离开自心。啊，自心是万法的本体，是一不是二。那你晓得是本分的事业。无话可说。
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那后面讲呢，如果你真的实相了，真彻底了解了，度无量众生而舍无佛土可也，亦无众生可度，连到上面去，如是严净无量佛土而舍无佛土可也，如是度透无量众生亦无众生可度。这话他就懂了，是金刚经上的话。佛土本自清净庄严，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所以干这个事情要三轮体空，不能着想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想而无想，无想而想，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可不可以想？可以想。想要不着想，想要不分别，想要不执着。想即是无想，说即是无说，行即是无行。啊，你想，你说，你行，与法性相应。啊，我们现在就是与法性不相应，与烦恼相应，与情执相应，麻烦在此地，这叫凡夫啊。啊，如果我们的想，我们的说，我们的行与自信相应，那就成佛了。这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啊，凡夫的想，头一个一定想自己。佛菩萨的想，没有自己。这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他没有自己，他所想的是为别人。所说的是为别人，所行的也是为别人，没有自己。啊，别人跟自己是一不是二。所以诸佛菩萨，无量劫来，现身说法，帮助一切众生，全是义务的。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啊，自己跟自己治病还要钱吗？不是给家人，家人亲不是一体啊，一体是我们身体手足这一体，我身体有问题了，我用手来的时候按摩自己的身体，还要收费吗？跟谁说啊？芸芸众生不知道是一体啊，天天计较啊，啊，计较到今天已经不像话了，为什么全是假的？啊，要。药物也是假的，没有真的东西。那饮食也都是假的，现在人学会骗人。
没有一个不骗，连自己也骗。啊，现在人也很聪明，他什么都不相信，他只有今天没有明天。今天尽情的享受，尽情的欢乐，啊，明天死了就算了，啊，他不相信有来生，人死如灯灭。所以活一天拼命享受一天啊，不择任何手段，这还得了啊，啊，这真正叫无法无天的恶贯满盈了啊，只有天地鬼神来收拾他了。佛菩萨虽然慈悲，佛菩萨是教学，不听了，学生不听了，老师失业了，没地方教了。啊，老师在这个地球上失业了，其他地方还行。还没问题啊！地球这一块失业了啊，老师走了啊。幕后讲到三轮体空，庄严净土，心里头。没有丝毫庄严的念头，干干净净，度脱无量众生，没有度脱众生的执着，没有度脱众生的分别，啊，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啊，下面再一个问题，所以这何？为什么？以法界皆非法界故。法界是个假名，佛为了教学，起这个名字，称它为法界。你如果认为真有法界，你就错了，你执着名字想了。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教给我们：听经，不执着言说想，不执着名字想，不执着心缘想，你就真听进去了。为什么跟发心相应啊？你看经呢，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这法界是名词术语。你了解他的意思，可别着他的相啊，也不能有心缘相。你真的看懂了，真看进去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着相没懂，没听懂，也没看进去。那我要问一问，现在有几个人不着相？有几个人能够做到马明菩萨这三个条件？
做不到啊，这条件太高了，是高，是化身菩萨的条件。不是我们先前条件，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全用的是心意识。啊，用心意识来看经，来听法。出不了十法界。为什么？十法界都用心意识，可以升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用得正，所以对我们还是有利益。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学，要认真努力的去学，学不执着，学不分别。啊，学造了之后，心里头啊不落印象。要学这个本事，也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记在心上。啊，有人提起来清清楚楚，没有人提起来的时候，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不要常常想这个东西。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别去想。想什么呢？想阿弥陀佛。这一点重要啊。这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六道最苦众生最妙的方法啊！心里什么都没有，那是化身菩萨，我们做不到。我们心里头永远不干净，总有东西在啊，只是多少不同，善恶不同，总有念头在。你看阿弥陀佛知道我们这个毛病断不掉，断不掉换一个，换成阿弥陀佛这就行了啊！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好啊，跟他相应啊，跟极乐世界相应，所以这一种念头的话会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做了阿惟越之菩萨啊！阿惟越之菩萨就跟马明菩萨所说的一个境界了啊！你在那边听经，在那边读经，确确实实不着文字想，不着言说相啊，也不执着名字相，也不执着心愿相，那是什么呢？念念消归自性。那大乘经经上有讲啊，啊，会看经的，句句经文都消归自性，会听经的。句句经文呢，也消归自性了。这个境界高啊！啊，所以幕后这几句说：“法界即非法界。”这《金刚经》上。用《金刚经》的逻辑方法，法界者即非法界，是名法界。《金刚经》不是这样讲的吗？啊，法界者即非法界，是名法界。所以，法界即非法界，别执着。啊，这样啊，
这心得就现出来了。心得是什么呢？悲之双融。法界是悲也，慈悲心里头有啊。智呢，智是非法界，啊，晓得法界不可得，法界是个假象啊。智啊，悲智双融，智里头有悲，有慈悲，慈悲里头有智慧，啊，这双融。那换一句话说，法界里头有非法界，非法界里头有法界，啊，这叫双融。双融一定是离思无碍，啊，故能于一切法而得自在。这说明为什么在一切法里头得自在。他悲智双融，离思无碍，他得自在了。上至二说正好互参啊，这两种说法就是彭吉清跟慧苏说的两种说法，都说得好啊。彭吉清居士说的尤其是好，他讲的深入。啊，我们学了要用在生活上啊。双融双济，你说这个生活多快乐，这种人生岂不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叫大自在。啊，经文末后有一句：“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此语正是金刚王宝剑直下斩尽众生情剑的这情剑是吧，情剑就是妄想，就是杂念啊，我们这个杂念太杂了，太乱了啊，前念灭，后念生，永远不停啊，所以你的心定不下来，你的心静不下来，原因在此地啊。学了般若经，这是般若经上的话了，彭吉清居士所讲的全是金刚般若里面的原则啊，贵在我们真懂了，懂了之后贵在我们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用上了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对人对事全用上了啊！我们看人，这人是善人，这个人是恶人。你要用《金刚经》的话，善人者，即非善人，是名善人；恶人者，即非恶人。是名恶人
你把《金刚经》这个公式套在人身上，套在事身上，套在法身上，很有味道啊！啊，这是金刚智慧，你把它看穿了，看破了，看破之后，你心里面放下了，自在就现前了。般若智慧比喻作金刚王宝剑，有道理。啊，真的帮助我们看破。所以，经此经文与《妙法莲华经》中有这么一句话：“是法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解，你看这两句话，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能知跟能解是一个意思，只是一句啊。无量寿经上佛这一句话，跟法华经上所讲的这句话，确实是一句，一味一音等同无异。此非偶合，不是偶然。相应是因体同，实实在在是因为同一体。所以佛在任何场合、任何状况之下，无论对什么根基，给你讲真话都是一样的。故下引法华以正经义。啊，看看佛在法华经上怎么说。法华经云：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佛没有定法可说，恒顺众生。啊，佛如果不顺众生，他就无法可说，他一句话都没有，他不起心不动念。众生起心动念是感，佛是自然的因。啊，佛的印全是自信，相应他没有心意识。啊，凡夫是妄心的感的，佛是真心印。真心印，所以就难解了。啊，这所以这何呢？说我以无数方便，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佛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不是，诸法不是真的，众生误以为真，误会啊！众生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怎么会知道？啊，一切有为法。有违法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可以说是整个虚空法界全都是有违法。有违法就是有生有灭啊！现在科学家讲的整个宇宙它是个波动现象，
啊，波动就是生灭。啊，这个波起来，立刻就灭了；第二个波又起来，起来就灭了。波动现象叫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无论是物质现象，是意念的现象，啊，起心动念，或是自然现象，没有一样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它生起来立刻就消灭了。谁看到真相是拔地以上？啊，今天科学家发现了。他说，单独的一个现象，一个原子，一个粒子，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或者是精神现象，都毫无意义。啊，为什么呢？生起来立刻就灭了。啊，它出现的时间，弥勒菩萨所说的，是1600兆分之1秒。今天科学家的估计大概是这个，好像是1000兆分之1秒。啊，就是1000兆分之1秒也毫无意义。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无论是精神、物质、自然现象，都是这种纠缠在一起。啊，我们才能看到，才能感觉得到。啊，如果不是纠缠在一起，单独想，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感觉到。佛讲的对呀，一点没错啊！啊，被近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深深体会到，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读佛经。用什么样心态去听经？啊，那就真的要像马明菩萨所说的，远离这三种心。啊，听经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这个人叫老实听。这个老实听会得定，会得三昧，会开悟。啊，大彻大悟啊，有这个机会。如果着相呢，着相全变成知识。啊，你把这个人统统都收来了，以为是自己的，啊，广学多闻，啊，记得很多，啊，阿赖耶变成了资料库，收藏这么多资料。你要晓得，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那是诸佛菩萨。那是个会学的人，会听的人，心越听越干净，越听越明亮，就感觉放光啊，光越放越大了。
啊，可是把东西听得通通记在阿赖耶识里头，都入了他资料库了，那就没有这种能量，他不会放光。这种方法是秘诀，是在佛法叫密藏啊！啊，它太神秘了，没有人晓得。啊，还有这么一招。啊，这一招是真的，不是假的。事法。这个事法是一切法，任何一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为什么？唯有诸佛乃能知之。诸佛如来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就是真如自性的。唯有诸佛，佛能放得下，乃能知之，知之就是看得破。你看这都没有啊，他为什么诸佛不说菩萨？诸佛彻底放下了，连一丝毫无时无明习气都没有了。法身菩萨虽放下了，还带着有无时无明习气啊，所以唯有诸佛啊，诸佛彻底放下，所以他也圆满究竟的看破。他真知道啊，全知全能啊。啊，所以这佛呢，诸佛世尊唯一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大事？教众生转迷为悟啊，这是一大事因缘。啊，佛菩萨出世绝对没有明文力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沾到一点明文力量就错了，跟佛出现在世间的本心本愿完全相违背了，你怎么能够学佛？你怎么会学得到？啊，学佛的条件，学佛的秘诀就是在这里。啊，决定不能够玩假的，一定要真实。啊，掺着一点点假，在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啊，说一杯提壶。啊，举例子，提壶是天人最好的饮料。啊，这个饮料能叫你身心健康。能帮助你长寿而不衰老，那提壶。但是这提壶里头有一滴毒药，
那一点点都要把你的一杯醍醐都破坏了，全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什么？真心里头掺一念假心、妄心。啊，为什么学佛这么难？就难在此地。为什么往生这么难？也难在此地。你用真心去念佛，个个往生，万修万人去。用妄心念佛，啊，这一生去不成了，跟阿弥陀佛结了缘。啊，来生来世，什么是往生？哪一生哪一世，你用真心就往生了，因为你缘已经有了。啊，不能往生就是不用真心，记住，这个经上教给我们，往生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是真心，你没发菩提心，啊，真心就是老老实实的心，啊，你看乡下，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哎，只晓得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再看看地仙法师那个徒弟郭如将，什么都不懂，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教他，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人家三年成功了，啊，地牢赞叹他，常常赞叹他，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不如你呀、啊！名善宝刹的方丈主持也不如你呀、啊！那是什么？就是那一点真心。什么叫真心？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个杂念都没有，一个妄想都没有，真心呐、啊！你要问郭罗江，你什么真心？他不知道，他不懂得什么叫真，什么叫妄。哎，他就那么老实。啊，就那么听话，师父叫他怎样，他就不折不扣。啊，他要打一点折扣就不行了，不折不扣，真干，拼命干，三年到极乐世界了。啊，我们相信他一定是高频位往生。确确实实像地老和尚所说的啊，弘宗言教的人不见得能赶上他啊，比不上。什么原因？比不上他那点真诚。我们这里还有参加，他是纯粹的真诚，一点假东西没有。李老师当年在世很感叹地跟我说，不止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很想学这个老太婆，这学不像啊。啊，这一句话
不是李老师随便说的，李老师是真想学。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愚不可及。你不要看他那个愚，比不上他。教他别的方法，他未必能懂，太深了，太麻烦了。教他念这句阿弥陀佛，非常容易，他一点都不怀疑。啊，全盘接受过去了，他成就了。显示出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太妙了，这个法门能令凡夫啊，在一生当中往生到凡这个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啊，道理就是真心。啊，他用的是真心，他待人接物都是那么真诚。别人欺骗他，他也是真心待人；别人陷害他，他还是真心待人。可贵呀。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一大师因缘就是教众生转迷为悟，为这个出现于世啊，帮助众生转迷为悟，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念佛。所以善导大师有一句名言说，如来所以出行事，唯设弥陀本愿海。啊，黄念老引用了这句话在注解里头。啊，因为众生根性不齐。啊，换一句话是，真诚心不纯，才说了许许多多经论。如果真诚心要纯，何必呢？就一句佛号就行了。就像地仙法师一样，难得锅炉匠这样真诚。啊，教他六个字就可以了，他就能成无上道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自己反省，自己好好想想，自己不老实，真诚心不够啊！啊，那不老实的办法只有一个，常识熏修。常识熏修最好是一步进。最好是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要用注解。我在最初选择的欧耶大师的要解。啊，这个要解有两本讲义，云音法师有讲义，宝镜法师有讲义。啊，当然最殊胜的是这一部会议本跟这个注解，这个注解是集解，也是会议。啊，用这一部经呢，一句佛号啊，一部经是帮助我们回归老实。啊，一句佛号帮助我们
圆满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以为我自己聪明。啊，实实在在讲，比不上郭鲁将。郭鲁将比我们厉害。这是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不如他了。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礼拜他了。下面说，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是得清净故，出现于世。啊，这是说明佛出现于世的因缘。啊，极乐世界诸菩萨众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跟佛是同一个因缘。我们要知道啊，同一个因缘的，啊，大师因缘晓得了，教众生转迷为悟。那、啊、第二个呢，于令众生开佛之见。佛之见是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只是有了障碍，啊，有障碍显不出来，啊，佛帮助我们，啊，把佛之见开发出来。啊，好像金矿一样。啊，这个地底下本来有啊，它埋在地下了，不开出来得不到金的黄金的用途啊，来开采出来。啊，我们自己有佛之见。啊，开采出来了，我们就得受用了。开采出来就叫成佛了。帮助众生成佛。啊，底下一句，于世众生佛知之见出现于世啊，开采出来了，众生不识货，不认识。那怎么办呢？佛菩萨要把这个宝指示出来，哦，让他觉悟了，啊，他认识了，佛之见是真舍智慧，啊，本经上三种真实，真实智慧是佛之见。啊，我们都有啊，只要把障碍去掉，啊，障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佛之见就出现了。啊，你对于一切法了，你的认知没有丝毫错误。啊，所以是。有必要，于令众生呢，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佛菩萨教化众生，能做到的就是开佛之见，示佛之见。
下面两个呢？下面两个是误入，是众生自己份上的事情。他有没有觉悟呢？那不觉悟没用处啊。如何叫他听了能觉悟？悟还不算数，要入境界，入境界就成佛了。啊，悟入是学生的事情，开示是老师的事情。老师虽然开示讲得很清楚，还要有方法引导，啊，帮助众生觉悟。引导些什么？那你就想到开佛之戒，没全开，它有障碍；是佛之戒，它也有障碍。为什么它不悟？为什么它不入？没放下了啊！所以老师要做出放下的样子给他看，他就懂了啊！为什么佛知佛见？你知道了啊？自己不觉悟，自己不能切入啊！没放下了。佛菩萨足是大德，何以能够入这个境界？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佛知佛见是看破，放下就悟入。啊，这一桩事情，做老师的人要做得彻底。要真放下了，人家看到才相信啊。啊，你没有放下，别人看到不相信。讲得再好，别人怀疑，为什么你不肯放下？你叫别人放下，自己为什么不肯放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放下了，阿弥陀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样样都放下了。极乐世界建造了，不是为自己，是为戒引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在极乐世界悟入佛境界。啊，建立道场不是为自己，是为度众生而做的。换一句话说，是为众生建立极乐世界的，但不是为自己。虽然建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心中有没有极乐世界？跟如说没有啊，肯定是吗？不着相吗？极乐成就，即非极乐成就，是名极乐成就。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帮助很多人常常在夸耀自己。哎呀，我做了这么个好事。那什么，众生之间不是佛之间，就梁武帝的之间。啊，你看梁武帝在大魔祖师啊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就感到很荣耀啊。
啊，在佛门做了这么多好事啊，啊，替佛教建立480座道场，啊，护持出家人10几万人呐，大功德主啊！啊，见到大摩祖师，他就夸耀自己，这功德大不大？啊，大摩祖师说真话，没有打妄语，说真话是并无功德。梁武帝的心量太小了，没有追下去问他为什么，没有问，就送客了，就生气了，啊，不再给他讲话了，请他走，出门。啊，这一句话了，梁武帝的见地之见不是佛之见。啊，那么我们知道，像梁武帝这种之见的人太多太多了，佛之见的人太少了。啊，这些话对我们是最高的警觉。啊，我们学佛，如果还有这一点点念头的话，不行的。为什么经字字句句无量义你看不出来？原因就在此地。你的心越清净，你的心越是为众生，这个经的意思你越能看得懂，你能看得出来。啊，换一句话说，学佛就是决定不能为自己。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老实话。啊，学佛要为自己麻烦大了。学佛一定是无我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不但不着相，连连念头都不能有。念头是见，金刚经后半部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见是念头，不但相不能着，念头也不能有，叫真干净的啊，那才叫纯真之心。思想断了，是真心现前，真心里头带着妄心，所以他只能证得粗果，不能证妙觉。啊，有人能证妙觉吗？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就是证妙觉。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也是证妙觉。一念之间呢，凡圣之歌了，就是一念了。一念觉，你看凡夫就成佛了，妙觉如来究竟果位啊，这种人厉害呀，叫立根呢，他能够顿断一念之间，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断。这个厉害，有人
意念断了，习气没断啊，那就生十宝庄严土。41个阶级，不知道他是在哪个阶级，那就看什么，他所带的习气有多少，带的越少，他地位越高；带的越多呢，他地位越低。啊，每个人带的这个习气不一定。啊，多少不是一定的。那么这些与善根福德因缘都有密切的关系。啊，教听的很多，明白这个道理。他的习气会减少。啊，还有真正老实的，真正听话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怀疑，这种人地位很高。啊，所以要晓得为什么众生不能悟入，原因在哪里，一定要知道啊。在我们先前这一生当中，要把这个原因消除，那简单的说，原因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这最简单，决定超不出这个范围。啊，我们如何去补救？老实是根本，老实太可贵了。听话，听谁？听佛的话。读经，听佛的话。学教，听佛的话。依教奉行，这个里头就怕学杂了，学乱了，就怕这个。如果不杂不乱，这一生没有一个不开悟的。啊，开悟之前一定得定，就是你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你已经得自在了。啊，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觉现前了。啊，你决定生十宝庄严土。啊，如果习气通通断尽了，你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是真的妙觉果位，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这是给我们讲四种出现于世间因缘。啊，后面总结了，上面诸佛为因一大事因缘，开始悟入佛之知见而出现于世。法华经上讲的细，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一句变成了四句。
啊，都出现在世间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完全认知，佛菩萨出现在这些是教化众生的。啊，他们住世的身份，职业老师，职业教师。啊，世间各行各业，他选定的是教学，而且肯定是义务教学。佛知开示，即是佛知之见，故唯有诸佛乃能如实知之。众生在情见中起心动念，皆是分妄想分别啊。故佛虽有种种譬说，但众生于佛知之见如聋如盲，不能真实了解。这真话，为什么现在大乘经没人能看懂啊？看不懂当然就没兴趣，看了几页不想再看，再遇到佛经他摸都不会摸了。真多甚至高级知识分子啊，这就是华严大智度论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世间聪明智慧人他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因为他所说的是佛之见啊。那我们现在全是众生之见，所以你说佛之见真听不懂啊，听懂也是勉强懂，不是真懂。为什么？真懂一定做到，一定悟入，那真懂；没有悟入，就是没有真懂。真正懂，哪有不依教奉行的人？依教奉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说真正懂了，你不愿意过人生最高的享受吗？啊，最高的享受决定没有妄想，决定没有杂念。啊，决定没有情执。再说一个简单的，决定没有我。啊，凡事还有个我，没有真懂啊。真懂的人无我，所以他入门了啊，无我，不再承认这个身是我了，不以为身是我了，小乘许多观了，大乘圆教初心位的菩萨啊，虽然地位很低，他是圣人啊，我们称他为小小圣。小小圣在六道永远不堕三恶道。换一句话说，他在心里面把贪嗔痴慢疑拔掉了，他不会造业。啊，他才不会堕三恶道啊！我们比不上啊！
圆觉经云：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流转就是轮回。这说明是未出轮回是六道众生啊，便是明了啊！啊，六道众生，你学圆觉经，你真正能懂得圆觉吗？圆是圆满，就是觉悟，圆满觉悟是佛陀。啊，最少小的境界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别教初地，啊，也成为圆觉。为什么呢？他们无明断掉了，也就是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他们生诸佛十宝庄严土，在圆教就初住以上，在这个境界，所以他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啊，没出轮回，这个圆就是常识，佛学常识。啊，研究圆觉经。研究华严经，全是常识，是知识，不是智慧。所以彼圆觉性皆通流转，圆觉性他不知道啊，他有圆觉性不是没有，他的圆觉性还搞六道轮回出不了。真正要觉了呢，他就出来了，圆觉当家了。他现在谁当家了？阿赖耶当家。虽有圆觉性，圆觉性不管事了，宾主颠倒了。圆觉性当家做主，你成佛了。那阿赖耶什么？阿赖耶是你家的佣人，听你指挥的，是你家的仆人。现在搞颠倒了，仆人当家做主，主人呢？主人去做仆人的工作。六道凡夫就是这样的。啊，你的圆觉心，你的自信完全迷了。啊，跟着你造的善恶业去受报，你说可不可怜？啊，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可怜悯者，不是他没有，他有啊，他有佛心，他有圆觉心，为什么还在搞六道轮回，过这么苦的日子？那佛菩萨看到怜悯，只要你有一点点善根，他就来帮助你。啊，希望你这个善根呢增长一点，生生世世啊，不舍弃你，帮助你成长，成长到一定的程度。让你接触到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真听懂了，你的一生成就了啊，其他的法门也能帮助你成长，一生不能成就。
因为其他的法门没有待业的，只有这一门可以待业。这一门不能算成就，也算是成就。为什么不能算成就？因为你待业，你业障没消掉。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不造业了，过去这些业在极乐世界慢慢消掉了。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你的真心会显现。这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得弥陀的加持，就是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在极乐世界不必要很久的长时间了，你的烦恼断了，你无世界了造的业消了，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菩提心，这一恢复你就入十宝图。入十宝图，无始无明烦恼断尽了，就悟入常寂光了，你就究竟圆满了。念老摩诃这句话是：此心思量分别，不能解了缘由。这原因说明白了。南泉禅师他说：“设作如如啊，早变了也。”这句话，念老把它翻成白话：“设出过如如，其真实意早已变色了也。”故云：“非言语分别之所能知。”但是又不能离开言语分别，执着言语分别了，错了。言语分别不能执着，你看又不能离言说分别，又不能执着言说分别，这就是天亲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头所说的：“利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就行了，原位不变。如果执着这些相呢，执着言说名字相呢，全变了啊，通通变作佛学，变作知识。”不是佛法了，佛法的原味你尝不到。在这个里面，我们要重复肯定一句话：佛法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
你不是真心，怎么能跟他相应？南拳，我们这有点参考资料。唐朝人啊，普愿禅师啊，称他南拳是尊重他，不称他的名。南拳是地名，池州南拳山。马祖大师的传法弟子，啊，他说如如如如，不变不异。真如之理，啊，设作如如，那就变了。为什么你起心动念呢？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了，就早变了也。真如之理在哪里？在一切法。一切法的理是真如。未有前正智，正智是如如智啊，观察明相。借息如幻，非有非无啊，名相本空，即真如理。啊，没有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如如智。啊，如如智也有个简单解释，真如妙智，本来清净的。无明不能伏，烦恼不能染，照料诸法平等不二啊！啊，以其智称，这个称是契合的意思。啊，称如如净，故名如如智。啊，这真如妙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现在迷失了自性，这个智不见了。啊，放下起心动念，如如智就现前。如如智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那就是如如智啊！一切众生本有啊，如来的智慧德相，都是德能。今天讲能量啊，智慧能量相好啊，相好。就是
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呢，所以如如智才能够观察名词现象全是假的，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说的。老子那个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我们中国的圣贤也明白，老子说这个话也叫我们不要着相，不要着文字相，不要着言说相，不要着名字相，你要体会到他所说的这个真实意，古德常说意在言外，你执着言，意就不同了。你能够立一切相，就即一切法。如来所说真实意，你就恍然大悟。真实意是真实意是自性的心得，不是外来的。一定要破迷才能开悟。我们的迷不能破，你决定不会悟。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要如如智才能解如来真实义。那么这些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说清楚了，所以我们要想想接受世尊般若教诲前面是20年的基础啊，12年的阿含，8年的方等，这才能进入到般若。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呢？这个20年的底子没有，一下就学般若，般若全变成知识，就是真实智慧统统变成知识。知识我们知道，能解决一些局部问题，而且还不干不净，还带着许多后遗症。如果真实智慧没有这个现象会干干净净的化解问题。知道一切法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有无这个概念都没有了，法而如是，法本来就是这样。名相本空，名是人给他起的，相是意念感得的。现在量子力学家说明了，这真如理呀，理应知名，智应理法，以理如智，叫一智，一智如理，一理如智，这叫如如。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做补充。意思是很深，但是很重要。